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虽然今年东京电玩展改成线上举办，但是精彩程度依旧不输往年。其中，光荣特库摩旗下经典游戏《真三国无双》更带来了系列20周年最新的消息，即将要在 PS5 以及手机等平台上推出最新作品喽！各位无双迷们，准备好了没？《真三国无双》是由光荣特库摩本家开发营运的最新手游，系列历代武将都将收录，采取三人组队战斗、可随时切换角色的经典玩法。针对手游特性，也支援自动战斗与两倍速设定，让玩家选用。除了横版玩法之外，本作也支援直向操作，让玩家可以单手轻松游玩。游戏中可以透过转蛋取得武将与将星记忆，武将会有稀有度的差异。本作预计10月8日至12日开放限期 CBT 封测，感兴趣的玩家可以上官网登记哦。至于20周年另外一款作品，则是《真三国无双八 Empires》，这也是系列首次在 PS5 主机登场。本作将以《真三国无双八》内容为基础，但是并非开放世界玩法，而是着重在以城池周边区域为舞台，率领军队夺取城池的攻城战。除此之外，能体验君主、将军、兵卒或是在野武将等多彩多姿生涯的内政系统，也是本作的重点玩法之一哦。想知道上述两款新作第一手消息，别忘了持续锁定电玩宅速配频道哦。